年轻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用华语讲道，因为以前在长老教会用台语讲吼，阿公就较认真，啊，说华语就比较不稳重。但是有我这个 feel， 你们听看看啊，我想是不错的啦，我想是不错的。今天我们要透过这节经文，要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更深的就是叫做亚比斯的祷告，亚比斯的祷告，在我们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都是要学习。那学习要找到一个对的你来学习的时候，是对你是有帮助的。你找到一个错的，对你来学习，它的影响力是让你误入歧途，是吗？所以亚比斯的祷告，这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向他学习的。但是你只要看那个前后文，这是一个隐藏在一个很不起眼的经文里面。你看列王历代志上第一章开始在谈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读不到第二章你就度孤了，因为他说就是一个族谱，他的族谱比马太跟路加的族谱更长、更广、更亮。水深水，水深水，水深水，跟你有什么事啊？那个名字你又不懂。对对，所以读到第二章、第三章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已经遇见神了，是那么重要。所以呢，但是第四章的时候，你就看，你回去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，他一在谈到的是族谱的时候，很无聊。但是这是神学问题，你假如基督神学，你好好的读的时候，我告诉你的博士论文，你就可以从中间吸取到很多，你就可以拿到博士论文。因为在这中间，它有了更深的生命的意义。神的话不是让你觉得无聊就把它丢在一边的，没有。但是这个，当一些神学家他们在从这里讨查考，有时你有机会去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它的生命是有意义的。但是我们时间不容许在这里看。在这中间，你假如去看到第四章，我们先第九节、第十节，它就有比较长的一段记载亚比斯的祷告。你想看以前都是水深水，水深水，它是从哪里来？它是从哪里来？所以我们很注重就是族谱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很注重的就是族谱。只是我们现在好像什么，哎，你的西伯兰考，哎，你两个什么族谱，你两个什么起族白呀？哎，偶尔看一下，他也听得懂吗？听不懂的举手。因为有时太有一些美啊，有点美。但是你看第四节，他第四章第九节、第十章比较用多的文字记载，他蕴藏在里面就有他的自保。今天我们就从这里来看一下，在这样的自保中间，是不是能不在你的身边里面？这就是圣经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作为，就是圣经今天人在对你说话，对我说话。对你说话的时候，就是在鼓励你的生命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第一，那个他今天的经文有一个问题跟一个事实。当你读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一个疑问：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，好不好？更尊贵。那这个尊贵奠基在哪里？他的母亲给他叫做起名叫做亚比斯。亚比斯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要吗？这个尊贵你要吗？你老父生干苦的时候，告诉大家，你使我痛苦，你使我痛苦，看到都是你使我痛苦，我不能一死的喝啊！我生的过程看到了，就那有再次影像回到那一个生产的时候，是不是喜悦的？是痛苦的。生产痛不痛苦？有当妈妈的请举手。谢谢你们。你们面对这样的痛苦，上个月我媳妇生产的时候，我才了解到，我太太、师母太太生产的时候，我才感受到不容易，更不容易的太生三个，啊，一个就袂歹啊，两个我一直讲，两个勇敢，啊，生三个恐抗，恐抗哪天我会笑的，你才问他什么叫做恐抗。很不容易的，那生产的过程那是痛苦。我想他的痛苦，只要是很正常的痛苦，我们都可以接受。我想亚比斯他的痛苦是超过一般人的，
你看，就生妈妈生的基因，她生的她是痛苦，看到你说，你说我痛苦，你说我痛苦，这尊贵你要不要？这个尊贵你要不要？这个人家看到你的时候要讨厌，你说我痛苦，就回到那个负面的。但是这是一个事实，是亚比是他叔叔的是他妈妈生产他很痛，这是一个事实。这个事实，这个具体，他能改变吗？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遇到很多我们生命的具体的你的难过，你的破口之处，或是你所面临到你的生命中间一直让你没办法理解的，让你流泪，让你痛苦的，是一个事实。这让我有告诉我们用同理心来接纳，心里要告诉你，我同理心来接纳你的痛苦啊，真的，我可以感受，真的吗？假如你曾经有这样痛苦的时候，做妈妈的你安慰你的另外一个生产者说你的痛苦我感受到，他会阿门。假如说他们说你生得很痛苦，你的感受我可以感受到，他会说对啦，很尊重的啦，对啦，因为我真的没有生产的痛苦，乱的痛苦只是真的你不知道，我们只能同理他，稍微舒缓他的心情。但是这个具体今天进入他很微妙之处，说他亚比是比众弟兄更尊贵，因为他母亲给他起名叫做亚比是。在这个具体的中间，具体的痛苦中间，你愿不愿意存留，继续存留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在这个氛围里面？没有，亚比是更尊贵了。他在面对在患难之处，他面对他生命中间的这个破火的之处的时候，不是无奈，他就积极的寻求向神祷告说，我们一起来读亚比是向以色列的神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祷告这边，这是一个祷告，我说这是亚比是的祷告，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不完全的。很多祷告，你的祷告像的，你哪爱安娜是阿外安娜子啦？那这样不要会有一个怀怨。这是一个祷，无论什么宗教，他会讲：主，你真的让我度过这样的时候，我会好好的服侍。主，你在我这一个难处中间带领我经过的时候，我期待我很会在主日的时候，我要守主日，那是一个福音。但是在这个有没有？没有，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祷告。但是你不完全的祷告，他后面神给他怎样？上帝就应许他所求的。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心啊，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真的有时他可能很痛苦的时候，他就在求你，主啊，求你，求你保守我。勇敢的祷告虽然是不完全，神会不会垂听？我先鼓励你，在不完全的祷告，神会垂听，因为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就说你祷告不完全，我祷告也不完全。有一句话说，一个妈妈骂完孩子的时候，她说很后悔，为什么？因为好像妈妈像泼妇啊，没有，骂孩子，没有，她很后悔。但一个妈妈，她骂丈夫的时候骂完了，她很后悔。为什么人家还骂我？还骂我昨天会没讲没无掉的啦，这个没无掉的啦，不完全。但是我知道，让你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说，很多你是不完全，却是完全。除了耶稣，你不完全，我不完全。但你为什么敢坐在这里？因为我们知道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。亚比是他祷告中间扩张境界，扩张我们的境界。这是他祷告，神有没有应他？神应他，神应他。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看看来。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，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瘸子。在这个中，当我们要整个生命被扩张的时候，就是他原本是被他那个痛苦之处，
他要扩张的时候，就是我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不是继续只在这个地方这样受苦啊，这个外面啊，这个外运啊，我无奈，我忍受而已，没有。他为我在扩张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原点，你要扩张，要很小心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，扩大你的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。这是你生命中间神给你扩张的，但是你不要像一个断了绳索的风筝，断了绳索的话，就是你随意飞，你目无目的的飞，飞到最后你就死亡了，没有意义。他说要放长你的绳子的时候，要坚固你的茄子。你要这样，你放长的时候，你的根基你要怎样稳固起来？稳固起来叫做连结。连结在哪里？这是先知以赛亚他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跟神连结，跟神连结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，我们生命中间一个信念，很要紧的一个中一个生命的一个信念。这脚是代表你，这个圆圈脚是代表你，你可以很自由的这样随意走动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但是你活在这个人的世界，世界的价值观的中间，他告诉你，这是你。当你在这样的时候，你放下去的时候，掉下去自不自然？这是自然律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依照你自己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对吗？对。但是他对中有危机，你只要是有对的价值观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会活出彩色的。但是你在一个错误的价值观跟一个错误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生命会变成黑白的，甚至你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那一个环境中间，你生命会被摧枯掉。更多的人都是这样，在一个错误的价值观逐渐失去他本身自己，他不愿意，但是他会觉得很自然，我一放了他就很自然，然后就觉得很自然嘛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人可以约束我，对不对？很自然的生命里面，这是一个很自然，所以把自然习以为常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只要注意看，只要在这中间的时候，啊，这样掉下来，你很自然的时候，你就不再在意他了。但是有一次，在你生命，哎，都这样哎，这是夸奖的。哦，违反自然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个连结，违反自然，但是有一个连结。这个连结是告诉你这样，你不再属于你自己，有一个人要向你掌权带领你，这个人是谁？你只要愿意让上帝来带领你。是坚固瘸子放长绳子的祝福，这就是今天亚比斯的祷告中间，透过先知以赛亚再次提醒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跟神连结是很重要的，跟神连结是很重要的，这是第一点，真的要提醒我们大家。好，那扩张境界，你要扩张哪一个境界？有四个面向，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扩张境界。第一个，要扩张你信心的境界，扩张你信心的境界。什么叫做扩张信心的境界？就是你原本已经有了，但是你有的，你因着你的需要成为一个不满足。这个不满足不是贪婪的心，是要为主而贪婪，让主来掌权在你生命中间的时候变成扩张，就是你有的要继续扩张，在你的信心，在你的信心，你有。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永福教会，我们挖掘我们这群年轻人。神原先给我们的是倍增掌权，是亚伯拉罕的祝福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你们很有福气。我们教会叫做什么教会？永福。为什么叫做永福？永远有福气。是这样吗？不是在永福路吗？陈林路，陈林路啊，那永福呢？谁？永福里。哦，永福里，这我们给它扩张一下，对不对？
好，给他扩散一下，用力比路还大一点，永福。虽然是这样，很自然，但是神告诉我们，永福，永远的福气。什么叫做永远福气？就是当你一天一吸掉，你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，这个教会还会不会成长？有一天我告诉你们，都会离开永福教会。阿门。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福气永远一代一代永永远远的福气呀、啊，那这是给我们祝福的，你是处在其中的，所以继续扩张，就是你有你的信心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看信心的境界，信心的境界，我们来看看那个希伯来书啊，它好信字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信是什么来扩张信心的境界？我们一起来读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见证。信不是你生命中的一个乌托邦的一个概念而已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。什么叫实体？它是一个具体，只是你可能还没有领受到，你可能还没有感受到，但是你这个是存在我们中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人有限，但是这个信心是一个实体，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是为了的那一个具体。你知道你会成长吗？你知道你会毕业吗？你知道有一天神要使用你吗？有一天我要成功了，我今年成功了，因为我的孙子已经出来了，成功了。人家说刚哎，欢迎你加入工会。工会对，这成本人跟加入工，那这是具体我所期待的。现在是60岁了，好，看我现在是60岁了。那神这是一个应许，因为我知道，在我的生命，神给我们的是多长倍增，不是到我这一代，一定我下一代会出来。但是我现在已经领受了这个具体的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。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古人在这信上得到美好的见证。这个据他已经感受到了，今天神要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年轻朋友，但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神将这样一个具体，一个信心的具体放在你的生命中，你要扩张你的信心，扩张你的信心。有一句诗歌是啊，信是未曾看见，然后呢依然仰望十字架，心思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十字架，心思心完全交托，甚至足以掌权。好，心思未见看，心思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十字架。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，你会看见，不是用肉眼看见，甚至你会用你的心灵的眼睛看见。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，在他的儿女的生命中间摆下一个 DNA， 心灵的看见。信是完全交托，完全交托就是不再你有你，但是你不再活在自己，完全交托让主来掌权，让主来掌权，因为深知足以掌权，深知足以掌权。信心是一个选择，不是你感觉哦，感觉我很有信心，没有，信是你知道一个选择。比如来讲，今天你坐在这里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不是你感觉。我感觉我好像有去做礼拜，没有，是你选择。你这个选择背后有你很多选项，你可以很有理由说今天下大雨，我不要去。今天我有事情，我不要去教会来参加做礼拜。你有可能很多理由，但是今天我选择，虽然有这些拦阻，但是我仍然要来这里。我们你们来的时候，外面有没有下雨？有大不大？大，比昨天大还小。一样，啊、一样哦，一样大，一样小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昨天大不大？大，大，所以但是我现在看到没有的呢。现在比较小。啊，这是你们的选择。那你们选择坐在这里的时候，进入神的环境。像今天看到这么帅的牧师，讲这话，讲这你们确实不太懂得华语，但是我不是语言，不是一个好不好听，只是有没有生命鼓励你，你比其他人不一样，你选择在这，这是你的选择，
同样的时间在消失，但是你选择在这里，那神的话充满着你，那神的话带领你，那神的话吸引你，这是你信心一个宣告了。信心是一个选择，我信，我信心不足，那个不足就是我信，那个父亲问耶稣，我信，我信心不足，那个信是我前面说我感觉，我感觉我有信，但是真实的面对到他生命里面的时候，我信心不足，就是我里面可能还有怀疑。耶稣对他的这个父亲，他的孩子要受医治的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可以从那个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节，那个父亲，我信，我信心不足，求你帮助我。所以我信，我感觉好像有信，但是面对自己的我信心不足，是我灵里的那个信心不足的时候，求主你帮助我。他很诚实，主耶稣。这是他的选择，虽然是他，我仍然选择要相信。你要看那个前文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耶稣，你假如可以的话，医治我的儿子。”耶稣告诉他说：“有信就必得着。”哎，这是不牛头不对马嘴的。你来医治我的孩子，耶稣说：“你有信就能得着。”这是平行线的，你了解吗？耶稣你在跟我说什么？你来医治我的孩子，我期待你来医治，但是你说信心主题不对，对不对？哈，耶稣说好啦，我来医啦，啊不我卖医啊，我无用啦，安尼哪听啦？医不医而已，但是耶稣你用信心来得医治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但是这是灵里面的话，他的父亲马上意味到我信，我信心不足，求你帮助我的时候，虽然我还有信心，还有一些疑惑，但是我仍然选择相信。我信，我信心不足，我仍然选择相信的时候，我仍然选择来到主面前，我仍然在痛苦中间，我仍然仰望十字架，我仍然在痛苦之间叫亚比斯的时候，我仍然选择主你带领我离开。但是每到想到我是痛苦之间，这个痛苦是成我生命的鼓励，生命的见证，因为我已经离开他了，神带领我离开他了，他生命得着鼓励了，他的信心有没有在增加？有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，扩张我们的境界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到扩张盼望的境界，盼望的境界啊，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。这是咱前面牧师就讲，牧师时常在讲的。啊，有梦想水，哈，啊，有梦想水，啊，希望相随。好，我刚来那个峨眉峰会的时候，就听到他，因为刚好遇到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，他就拿起麦克，就告诉那一些破碎。就是家庭的人，他五方想是一方凶水，带给他一个盼望。但这个盼望的时候，我真的要告诉你，这个盼望真的是在你前面有一个目标设定。那什么是你的目标设定？保罗说：“我向着标杆直跑。”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，是主为我们设这个标杆，成为你的盼望。你错误的方向带给你是事倍功半。你对的方向，让神在你寻求的时候给你一个正确的标杆的时候，你所做的是事半功倍。在这中间，你看有一个盼望的信心的灵，你就这样来往着标杆直跑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那所见的？但我们。若盼望那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你想看得见的，那不叫盼望；看不见的，跨越的，用你的心灵的眼睛去看神必成就你的事的时候，你现在就是忍耐。你知道你会毕业，但是你毕业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便用我的努力，用我的付出，当我毕业的那一天的时候。我这三年，我这四年，我真的没有白混。有些人可以混毕业，但是毕业以后他就失业。有他就帮我现在忍耐，我在人家在打爬进口，人家在打手机的时候，他在那里读书，他又盼望。我知道，在那一次毕业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生命像被主像爬上一个楼梯一样。这是你的盼望，不然我告诉你，台湾。台大医学院好不好读？不好读，好不好读？告诉你，读看看来，台大医学院，读看看来。台大医学院好不好读？好读。
哈佛大学好不好读？好读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哈佛大学你读过吗？没有，哈佛大学。哦，你读过了啊。好厉害，哈佛大学你们读过了，台大医学你们好也读过了，但是你知道这是不同的不一样。没关系，台大医学我读过，剑桥我也读过啦，剑桥大学我读过了，啊，读过了，剑桥大学读过四个字好不好？很好读嘛。但是你知道它这里面真正的，你就真的要得到那方面真爱，神给我们真爱的心，在这过程里面，神在塑造。在这个器皿，神在塑造你，不是成为庙童，而是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花瓶。这是一个过程。庙童就是现在这种，大概可能底下的后啊，阿门修阿门鲁阿门个黑的，那是庙童。你可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、忍耐的时候，但你忍耐不是去给你感恩这个，你用神的话在你生命。用你的信心，信是人言，这个人是谁？耶稣基督。好，信嘛，啊，是一个人的言话语，信是耶稣基督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你把这个人讲是一个巴菲特的话语也可以影响你，但是更深的影响它是用神的话语，这个人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他的话语。在你生命中间，你是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。告诉旁边的时候，读神的话很要紧。告诉他，对不对？啊，人也蛮好。神的话不只是圣经而已，圣经要读，有些属灵书籍去读。属灵书籍就是前人所留下来的他生命的经历。荒漠甘泉，我们讲的是这些更新。当你读的时候，因为用神的话在这个人的生命中间出头，在他忍耐的过程，虽然是忍耐，他心中是有平安的，他心中是有能力的，他心中是有盼望的。这是我们跟人家不一样，外在都一样，内在生命就不一样。赞美的生命就在我们生命中间流露，这是一个盼望。我鼓励我们，在盼望的时候，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，扩张盼望的境界。我们来说，第三个，我们要来扩散另外一个爱心的境界。当你有信心的时候，用神的话放在你生命里面，你又有盼望的境界，你有一个目标的，那你的内在生命是一直在被塑造出完全。那这都已经做什么？叫一个爱心的扩散。爱心是一个行动，爱心是一个付出，爱心是一个在神国度里面一个分享。好，又愿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，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，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。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说的，如同我们爱你们的心。这是一个传承，那这个传承背后，他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，在众人面前都的心都能增长充足，有时成长增长他来给看看，你爱宰吧，你的盟主是有能力的，是有盼望的，盟主是结实的，不是你内在空虚的，是这样啊。所以爱心就是在扩散在你的服事的境界，是不是打拳？你的服事的境界，你用你的爱心，因为爱心内在你有信心，你有盼望的心在装备着你，爱心是你的服事。就带出生命的见证。你有装备，要有服事，你就知道你生命的价值，神使用你提升。你有装备，你不服事的时候，你会加大。这些我都会，这些我装备，我不服事，你只是一个温歇啦，因为有吃没得饭，对不对？幸好你这离大基不远。有吃有服侍，你会成为加利利海，充满着加利利湖，你会充满着很多的活生命，因为它有像黑门山领受生命，有加利利海，然后经过约旦的付出，就说你的爱心有生命，你有服侍，你没有装备，你会空虚，你会害怕，因为服侍的时候是你在前，
你没有装备的时候，你有枪没有子弹，叫哈西啦。本人哥看到你有枪，但是你知道你没有子弹，你不是会空虚，你不是会害怕。所以服侍你要就要有装备。这我们刚才为什么你们来的时候，之前我们敬拜团在这里怎样练习多久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提早半个小时来，他们来练已经半个小时以上了。你们不知道，他们在这里看他们这样带出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，他们有装备才能服侍啊。那不是你们九点半来，他九点半九点三十才来这里说，我告诉你那种服侍你就知道，果像就可以感觉得到，随便，青菜。你向神随便，神也向你随便。我告诉你，你向神很执着的时候，你的爱心是有果效的，是带出生命的见证的。阿们。第四个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面向，我们要看扩张祷告的境界，扩张祷告的境界。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众囚犯以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在这里知道背景。保罗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，最有资格乃才最有资格抱怨就是保罗跟希拉，他们为什么缘故被关在监牢？不止关在，又被怎样？被打、被羞辱、告丢细细。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在那里赞美呢？赞美带出大能，赞美带出恩膏，赞美带出喜乐，赞美带出你的生命一直仰望神。因为你赞美就是向神赞美的时候，你的 feel， 你的那个频道里面一直向着神。好，你越抱怨抱怨，越想越想越那，你的心一直荡下，就是你是向着世界。你要赞美的时候，神，你是我的力量，神，你是我的高台。你看大卫就会赞美，那大卫的处境你们要不要？解惑无常困。解无大罗盆，他家庭，你看他的孩子有几个那个，他家庭，他的孩子背叛他，他的孩子阿撒龙要换背叛杀他，对不对？他就跑，在他的生命又被那个扫罗追杀，他的家庭就这样兄弟这样残杀，在这一种情况下，大卫就会赞美，因为他每次赞美的时候带向神的恩膏。神，你是我的力量，神，你是我的高台，神，你是我的脚。我们谈到那个脚的时候，是谈到什么？是力量。嘿，赶快，嘿，哎，你往里修挡哦，好，亚哈现在那个脚是很有力量的。说你是我的脚，你不要说哎，你是几脚八脚，不是，那个脚是你是我的力量。每次宣告，每次赞美的主，我赞美你，主，我赞美你，你是我的高台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你是我的医治，你是我的陪伴。当你在宣告的时候，你知道虽然你处在痛苦中间，但是你的生命的灵一直在被提升。保罗就是这样，所以扩张我们祷告的境界，都是赞美，你就可以看到，这是在你祷告的境界。行天路这个作者本人约翰他写说，祷告是灵魂的盾牌，祷告是灵魂的牌。每次祷告的时候，就是跟神这样对话，仰望着神。我跟那个话主是说我在跟你讲话，我是跟你讲，不是我在跟你祷告。祷告是一个基督徒很要的，跟神之间一个专有。谈到祷告的时候，这是神给基督徒他的儿女一个特权。其他的宗教他们没有说他跟他们神是祷告。就我们跟神祷告，每次祷告的时候，是我们灵魂的盾牌。盾牌就是他为我们设立保障。保障要做什么？不让攻击这样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是被围堵的。所以，当我们的祷告是什么？得死不得死，就是祷告。阿门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，当软弱的凭信徒屈膝祷告的时候，撒旦见的都会惧怕。凭信徒。就是一般的基督徒，可你只信一天而已。当你屈膝祷告的时候，当你屈膝祷告的时候，你在你跪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撒旦也不敢来卡你。这是你给我们一个特权，只是你上不上用。可是你前天没有跪着祷告的时候，回去跪看看。好，回去跪看看。当然，我们当兵告诉我们班长有这个说跪下，我们当兵说跪下，好。阿兵就这样跪下，那班长打下去，我叫你跪，双膝只能跪父母而已，所以其他人跪下是这样跪下跪单膝的，那我们不知道跪下就是跪，
新兵的叫做新兵嘛，新兵有公公啊，公公啊，啊，这个贵的双妻是贵父母，但是我们今天双妻是贵父母，贵在天上的父母，你愿不愿意来到神面前，你跪下的时候，你去感受看看，你的境界会被扩张，你的境界会被扩张，因为你知道你是跪在哪里，神面前，这个神是神，阿爸父，扩张我们这样的境界，可以吗？所以保罗他们在危难的时候，最有资格这样埋怨的时候，他选择赞美，因为赞美成了他的三餐，赞美成了他的三餐。每次赞美的时候，撒旦就惧怕；每次赞美的时候，你就笑，撒旦就哭。当你哭的时候，撒旦就笑。上帝还不公平啊！啊，卡变变安尼，啊，伊就安尼，啊，我就安尼，吼、哦，不公平啊！别人的囝。哦，拢安尼，啊，我哩囝拢安尼，哦，无公平啦！撒旦就在那里笑。祷告扩张我们祷告的境界，可以吗？好，因为假如你有机会唱我们的圣诗，我们的诗歌为我们敬拜赞美的诗歌，我们看这是我的祷告，这是诗歌，不是何里唱心声的尔，何里唱安尼过些歌谣无忘啊，忘存拢无，唱了六不想问。当你唱这些诗歌的时候，你来鼓励他。虽望四八七十四，虽望我的心真浅，信可铸就一为殿。你像是小小的信心，虽然很浅，但是你仍然选择我信靠神的时候，信靠神你就得到恩典。这些诗歌在鼓励着我们。每日只顾心，只是一颗心可铸日好，日子快过就可铸。啊，难想四八七十四四为四，你就只有心可铸，随风过来心真切。你不要跟长老比，长老他也曾经有这样浅的，牧师也曾经有这样浅的，是他经历比较多，他时间比较多，所以他会有点目前所有人比你还高一点。但是虽然是你很浅，但是你是有的，是接在总的信心的时候，你是有的，你是有的，你是有的。不论你年龄多大多小，你是有的，虽然是很浅的信心，信靠主就得恩典，就是祷告的扩张。阿门。这样帮助我们，这是耶那个亚比士的祷告。最后，我们要做一个总结：尊主为大，立主面前，让神来尊崇你，让神来尊崇，让神来带领你，你就尊主为大，把我们的右手拿出来，两个就是左手，左手拿出来，就用这样。他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提示，这是扩张我们的信心、盼望、爱心、祷告，然后这是尊主为大，信望爱祷告为基础的扩张，尊主为大，尊主为大，与主连结，仰望神，四面看无路，仰望主神看耶稣，怎样呢？哈，四面看无路，你看这旁边，看这后。啊，不要看这困难，看遐困难，不要再看你的周围环境，抬头仰望神，抬头十字架，你可以看到，亚伯住行看亚索的时候，神启示从天裂天而降，就是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有福教会，这个福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是继续永永远远的，不会改变，你选择你要在其中。或是你们在期望，回去好好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亚比士的祷告再次看到我们，他比人尊贵，因为他处在痛苦环境中间，但是他唯有向神祈求，带领他进入神你的命定，进入神你的荣耀的呼召里面。主，我谢谢你，愿将以下的时间再次恭敬仰望在我们的手中。在你的手中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非常谢谢黄牧师的一个证道，那我们在当中用我们的心来回应我们的神，来，请起立好吗？我们这个月哈，我们播的时候是在这首歌里面不断的，那我们八月份也要到那个。幸福小组里面大家都报名吧，有哈、哦，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
能够被神来建造，也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不足，但是是我们的神在带领着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做主神。Thank you.
脚印，有些是很清楚的，有些是模模糊糊的，不是很清楚。但是这是一个脚印，它站在我们当中那个人，当你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的脚印是清楚的，或是模糊的。像再次我的领受是，当你脚印是清楚的时候，就是你是跟随主。而这是紧紧的跟随主，主说孩子继续，当你跟随的时候，他主耶稣踏下去在脚中的时候，你前面一步一步神带你，你进入到他的命定是荣耀的。我看到这个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脚印的时候，好像是你跟神有点距离，你跟神有点距离，但神爱你，神还是给你机会，他鼓励着你，用你的生命，用神的话进到你生命中间，你去这样领受，继续这样宣告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你是紧紧跟着，你的脚印会越来越清楚。主说：“孩子，不要远离我。当你远离我，当你脚一模糊的时候，你容易用世界的价值观成为你的价值观。”耶稣说：“孩子，紧紧的跟随，脚印会越来越清楚。”你的目标就越来越清楚，你就在行走在赞美荣耀的命定中间。愿主的话，你成就在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